哇塞，私人定制，金木水火土，工艺难度非常高的，当做进口的去卖，四分之一的价格，我们只对 K 歌开放。哇，说你这个屏风做得非常漂亮啊，蜥蜴纹的皮，哇塞，又有皮又有奢侈，用做餐桌剩下来的边角料去做的，这个门也能卖是吧？对，奢华，哇塞，哇塞，这门的开启方式独特呀，这个地方暗藏玄机，哇塞，这是一个隐藏式的门是吧？打开门，哇塞，你这下大成本了，对，私人定制，这个柜子它可以无限延长嘛？红布菱形纹的皮加上黄铜，哇塞，多大的户型才能放得起这种岛台啊？可以升降储物，这是一个红酒窖，可以根据你酒水的需求来调节温度。这是你可以选择材料是吧？这个画好看呐、啊，它上面是一层有机玻璃，有镶嵌了5000多个水晶。你看这个画，这个原版30多万一幅吧，上面呢是四画螺丝起的水晶。你的画真出彩，栩栩如生的感觉哦。哇塞，这个画也好看。哇塞，我这是一个装饰柜是吧？这个是什么石头、啊？巴西的皇家翡翠。哇塞，这个镜子漂亮啊，这个镜子200-300斤吗？哇、哦，这个灯也好看啊，这是黄铜的，仿树脂的一个造型、啊。这个灯呢，它就是长颈鹿。哇塞，我们这个展厅的它的设计元素呢，有石头，有木座，有玻璃，有金属，天然的增速。你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空间美学提供者。